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维腾。现在我们在文博会现场，台南文博会的现场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是一个入场口。我现在带大家去看我们的摊位，走。超凉，穿这样子跟疯子一样。好了，现在进到会场了。接下来一进到会场之后，我们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到了，其实有点小小距离，但是你走到底就会到了。各位看一下我们最屌的产品，这是来文博会，我觉得这个太吵。好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主打商品，就是这个我们的维腾公仔，维腾糖胶公仔哈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出夏日款的，夏日款呢总共有两款，第一个这是一个海滩男孩款啊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啊肥宅款，哎，肥宅款有没有可爱可爱的，赞啊。那为什么只做两款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这边已经付一个头期款的钱了。看这个，这公仔有点小小的那个香本。不过还是希望给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商品，因为我们以前的周边商品比较多的都是那种平面的或者是抱枕类的，没有出过公仔类。公仔类以前都是要预购的，我这是不预购，让大家可以直接买到，先冻下来主打商品这边。然后呢，当然也是我们常青商品啊，抱枕。抱枕是大家最爱的，而且我们的抱枕够大，超级大，看 Netflix 看 YouTube 抱枕超舒服。然后也有大家之前敲碗很喜欢的脚踏垫，白色的话就是哎舍不得踩它，但它这个脸就欠踩，直接踩上去让它脏让它臭都可以。这一次最新的我们还出了袜子，这是第一次哦，第一次袜子是出第一看完全不用怕，因为一般的袜子你买的话都是那一种会露出来让你摸到材质的，但是你可能会弄脏它。我们这是展场现场保护的好好的，上面还有做电绣哦，非常可爱，有黑色、白色跟黄色。好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文博会现场，从一般民众入场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天啊、礼拜三开始就有福袋的贩售，快速通关福袋。我们的快速通关福袋呢，就是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帆布包，然后里面还有一双袜子，再加上签名版。那你拿到的签名版，绝对是我亲笔签名的，而且上面有号码牌。所谓的快速通关呢，就是你当这边来结账的时候，买到10点开卖， 12 点的时候，我们会跟之前的卡特岛一样，用线上直播叫号。哎，你是签名版，你是几号到几号，你就可以来现场跟我们直接相见欢，互动拍照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跟大家宣布个重磅消息啊！哎，通常大家来文博会的时候，都是要支持大家的那个不同的 IP 嘛，像维腾我的，或是霸轩我们的隔壁，皇阿玛在对面，甚至最大的卡特岛卡波也在这边。那通常来这边买东西，就是买小吊饰、小娃娃，或者是一些扭蛋等等之类的。但这些东西在日常比较难用到，就是放在那边赏心悦目的，还是想要有些实用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决定这一次要回馈我们自己的观众。怎么说呢？什么叫回馈呢？只要我们单笔消费发票有满2000块，就可以拿到摸彩券。那从礼拜三开始到礼拜天都有，你的单笔消费到2000块都有。那截止日期呢，就是到礼拜天的下午3点，我们就开始抽奖了。那抽奖是抽什么呢？只要你满2000块的话，就可以抽 iPad。哎，是不是？想说我们是在唬人的，满2000块抽什么 iPad？ 买好了啦。有没有 iPad 买好了？我们就是真的现场抽，然后抽中的话，要么就是打电话你在现场啊，赶快来领；不然呢，就是我们会寄到你家去。然后重点是，我们的过程呢，绝对是用直播，而且录影留证，绝对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。那希望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，可以回馈给大家，就是真的支持我们周边之外呢，也可以让你有一个实用的东西。不是我们周边不实用哦，我们是实用到就是你平常啊，你要追剧、你要看 YouTube， 或者是你要做功课，都可以用到的。算是一个大家喜欢觉得实用的科技产品。
OK，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8月28号到9月1号来文博会摊位找我们玩哦。